各位家長，你哋好。以下我嚟介紹咧，就係 Spectra 醫院級嘅呢個禮崩，咁就係包括 S1 啦，藍色呢部，咁同埋 S2 嘅嚇。咁佢哋醫院級嘅級數咧，其實最主要咧就係 heavy duty 啦，同埋佢有幾個模式嘅，咁啊包括一啲智能模式咧，咁可以個力度比起 Spectra Lightus 嗰啲比較大啲，咁你崩奶嘅時間咧都比較快。咁同埋有時媽咪失奶嘅時候咧，佢有一個人工智能模式咧，咁就可以調校力度咧有輕重，就類似係同 BB 仔吸住嗰個時候一樣，即係同佢自然吸住嗰陣時候，會吸翻通媽媽嗰個乳腺，咁就等佢咧就冇咁塞住啲奶，咁啊有呢啲咁嘅功能，咁所以佢就係醫院嘅級數啦。咁其實咧 S1 咧同 S2 咧基本上個功能係一樣嘅，只不過 S1 咧佢就會有呢個插電，即係內置插電，咁可以拎出家用。S2 就冇嘅 ，S2 就一定要駁水電嘅，粉紅色呢一部。咁呢度 show 一 show 部機啦。咁我哋配咧就會有兩個奶樽啦，兩個喉啦，兩個呢個防倒漏器啦，同埋兩個喇叭咁樣嘅。咁基本上咧所有配件都齊曬嘅，即係基本上買翻屋企就可以即刻用㗎。